南韩天王 PSY 最近推出新歌，找来 BTS 的 SUGA 合作，让所有粉丝都超惊喜，同时也对他的邀约能力感到敬佩。而 PSY 自从离开 YG 娱乐后，自己创立了经纪公司，旗下艺人包括泫雅、金小中、Jessie、Haze 等人。近日他上节目就公开了自己未来爱将 Haze 竟然找来宋仲基出演 MV， 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。 PSY 表示，当时宋仲基正在赶拍黑道律师文森佐，他得到宋的电话后开始照三餐问候他，疯狂传讯息表示我有好好看剧哦，最近换季了，小心不要感冒，要好好吃饭哦。问候的次数多到连宋仲基本人都哭笑不得，直接问他到底背后有什么目的。最后 PSY 也成功邀请到他，这个爆笑的方法也让在场来宾笑翻。事实上 PSY 本人的 MV 也曾经邀请过很多巨星出演，包括李秉宪、刘在熙，甚至是权志龙、 GD 等等。这次曝光邀约手段，网友也笑说不愧是 PSY， 真的是太搞笑了。